者吴志伟台北报道。过去一名外籍男子庞德 David Bond 在亚洲城市百位，2014年甚至在香港掀起杨长事变。最近他的徒弟尼克 EXPLORENICK 更夸张，不但来台湾狂打台女，甚至还架设了名为台湾女生很容易台湾 easy 坑的网站，行径相当嚣张，看在网红竹杰哥李秉吉眼中相当不以为然，在网上开呛烂屌臭爆配一配互相感染。杰哥李秉杰身材姣好，说话风格呛辣，受封乡民女神。11日他在脸书粉丝团 PO 文表示，他其实不太懂雷石摸有西洋男沾沾自喜，觉得台湾妹很好吧，认为讲几句话就会跟着人回家大饱一夜情的妹一般来说不会是什么好货色，并搞笑说那一帮有病都不一定理，刚好烂掉臭爆配一配互相感染 ADSLXDDD， 表示自己虽然没看过杨男尼克放在网上的影片，但我知道这个男有故意剪辑的，好像妹子很好吧。杰哥敢说敢言，作风深获粉丝喜爱，反射自杰哥脸书尼克行径嚣张，拖鞋字 YOUTUBE。